Lilia， 你今天介绍名门吗？是的，今天介绍一个非常顺的名门四房单位，适用是1538尺，设有四房单位，原价是4500万，现在一举涨到3800万，很甜的。现在带你看一下东南三景，大路。哇！再看看这大半处，大的特半厅。对。旁边是两个房间。这个大门。有个玄关位，玄关位进来第一个房间。再看第二个房间。第二个房间也是东南三景，跟西面的景观。我们再看看杰克的两间房间吧。哇，客厅真的很大。嗯。几个房间都是朝山景的，三个房间都是东南三景。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好大哦！哇，很大，主人套房。双人床，四边下床也不是问题。哎，也对楼窗。对楼窗也是东南三景。主人套房里面有两个洗手盆、淋浴和浴缸，还有一个衣帽间。可以放很多衣服。再看看这个厕所吧，厕所有水晶灯哦。我就看厨房。看看厨房，这里也有一个厕所，工人房。厨房也是好大，各种电器都比较齐全。什么都有。哎，工人房也有山景啊！是的。嗯，看房怎么看？看房我们有钥匙的，你随时可以打电话。1339，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你。记住哦，这是顺盘哦，一定要快。电话再说。5188-1389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